武皇大建之际，陈氏是医药垂泣言，妾为王直扫除之意，时有四年矣，王万一不幸，妾将贺托，既不能以身为训，愿落法为尼，为王独一藏佛经以报平息。武皇为之流涕，即武皇薨，陈氏果落法持经，法名志愿，后居于洛阳佛寺，庄宗赐号建法大师。旧五代史P421。